式上的小巧思呢，就是有点半透视妆，就是想要呈现有点微性感女神的感觉，但是我又想要非常的自然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节目。然后今天最大的巧思是身上的饰品，因为这是爸爸公司自己帮我做的，所以我就带着爸爸的爱，然后感觉他也有陪我来这边一起走。雷爱美、小嘴巴蒂、黄世杰、杨胜雅四位主持人所带领的上山下海过一夜节目团队，节目制播了两年多来，以探索台湾的美景秘境为目标，不畏辛苦，多机实景记录下了台湾的大山大水，是属于这块土地上非常珍贵的生态。那去年节目就已经入围了非戏剧类节目摄影奖，今年更上一层楼，入围了益智及实景节目奖，期待他们今晚敲响金钟。哇，欢迎上山下海过一夜，对哦，加欢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团队哦，这个团队一定要这么大声欢呼，因为这大概是目前台湾外景节目最硬最硬的节目了，没有错，太辛苦，要爬百岳，要挑战一大堆跳水什么有的没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访问一下这个爱美，这个女神路跑女神爱美哦，太这个当然辛苦归辛苦，但是听说最辛苦的是还要忍受巴蒂，是不是？这才是最辛苦的地方。也是还好啦，一开始还真的要蛮忍受，但后来都习惯了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都是好家人，革命情感啊。你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团呢，就看到你们就觉得哇，赏心悦目。那我帮巴蒂平反一下，因为之前大家都说哦，你是六个姐姐一个哥哥自然产生，都是我妈自然产生。现在都说哎，你是登山症那个，登山症那个高山症，高山症，哎呦，高山症，高山症那一个，高山症那一个。对啊，因为节目关系，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知名度越来越高。然后可是阿姨看第一个，意外意外，喂，现在有低山症了，对对对，对，那阿姨看到我其实就说，哎，那有高山症 ，hee 啦，贝贝 kitty 啦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今天要跟他好好平反一下，我是 outdoor 卡啦，哎呦，恭喜这四位 outdoor 卡啦，好不好？那当然呀，也要预祝你们这个上山下海过夜呢，今天晚上可以顺利的敲钟，好不好？祝福你们，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，来来来，你们起。今天身上的小巧思呢，就是有点半透视妆，就是想要呈现有点微性感女神的感觉，但是我又想要非常的自然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节目。然后今天最大的巧思是身上的饰品，因为这是爸爸公司自己帮我做的，所以我就带着爸爸的爱，然后感觉他也有陪我来这边一起走。